是最美的风景。欧阳冠军，我的心被一个人带走。什么太太？我是不想再看到他因为我的痛苦。我愿意拿全部的自己来安慰你。没有女人会不喜欢我，所以陈美，你只管接受我的追求。你爱他吗？爱情白皮书，台视、东森联合献映。